八，千品。虽诵一千言，若无一理者，不如一意语，闻以得极尽。虽诵千句偈，若无一理者，不如一句偈，闻以得极尽。比诵百句偈，若无一理者，不如一法句，闻以得极尽。比于战场上，虽胜百万人，未若克己者，战士之最上。能克制自己，过于胜他人。若有克己者，常行自节制。天神乾闼婆，魔王并梵天，皆遭于败北，不能胜彼人。月月投千金，共七生百年，不如须臾间，供养修己者，比如是供养，甚济四百年。若人一百年，是火于林中，不如须臾间，供养修己者，比如是供养，甚济四百年。若人于世间，施舍或供养，求福一周年，如是诸功德，不及四分一。礼敬正直者，好乐敬礼者，常尊于长老，四法得增长，寿美乐与利。若人寿百岁，破戒无三昧，不如生一日，持戒修禅定。若人寿百岁，无慧无三昧，不如生一日，聚会修禅定。若人寿百岁，怠惰不精进，不如生一日，粒粒行精进。若人寿百岁，不见生灭法，不如生一日，得见生灭法。若人寿百岁，不见不死道，不如生一日，得见不死道。若人寿百岁，不见最上法，不如生一日，得见最上法。